今天回来太晚了，记得给爸爸报个平安。妈妈，我记得走之前房间门。你想干嘛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。老实点，别动。这是我老公，我不接他会一直打。开免提，等一下电话浪子小世界。怎么现在才接？你们到家了吗？爸爸，我们到了，快递也拿了。晚上吃的太饱，衣服勒得有点紧。那行，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忙完了再回来。算你们识相，手机都交出来，别搞小动作。说吧，密码是多少？叔叔，你相信光吗？小屁孩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相信。报警了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刚才在跟爸爸通话，我点的地方断了，听不见。现在爸爸听到的就是，爸爸快报警！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